我的妹妹常说自己是个平凡的人，每天她默默的勤奋工作，不管是早班或晚班，她都会提早半个小时到，就像以前在妈妈的水果店那样。妹妹仍然热心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去年妈妈被诊断得了癌症，虽然我们的精神负担加重了，日常事务也受到影响，但妹妹依然乐观面对。她化困境为动力，更积极地服务顾客，与大家分享自己所知道的抗癌水果、蔬菜等知识。因为对她来说，这不只是一份工作，这是她以自己的方式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美好。她叫 Doreen Lee， 她是我的双胞胎妹妹，我们在 FairPrice 工作。